万一个咸蛋算参与设计吗？今天这身着装的搭配就是算是我自己配的吧，然后就是自己喜欢的单品组合在一起的，还有喜欢的品牌。啊，那平常的就是自己的穿着，衣服的搭配是什么样子？像这样走潮流化的？对，就是比较个性一些，潮流一些，然后舒适一些。那今天来到潮流展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好开心，可以买买买。所以平常是一个爱购物的人？对，特别爱购物。啊，双十一，双十一我在网上就淘宝上倒没有买那么多，但可能这次的话可能会买一些电子产品，电脑什么的话可能会买一些。所以男生还是爱这种3C 的。对对对。所以是一个追求更新换代这样子的。差不多还行，那所以网购的数据其实有没有让自己惊讶到？比如说有算过手的，算过自己网购了多少钱吗？不敢算，就是。就买衣服啊，还有就是我买骑行的装备的话，就是应该花的还挺多的，骑车的装备。那今天在逛，就之前有没有逛的那个潮流展？如果要逛的话，自己最爱买的单品，或者说自己会最注意看哪些？这是第一次来就潮流展，然后我会去主要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牌子，然后就是饰品啊、衣服，可能会以上半身为主。OK， 那因为现在挺多就是艺人跟一些潮牌合作嘛，然后推出一些自己设计的单品，不知道自己的话有什么这样的想法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很想尝试一下。就是如果让你设计的话，你会设计什么？可能会设计鞋子或者是衣服吧。那作为一个九五后嘛，然后作为一个就是九五后的这样一个年轻人，自己对于时尚有自己的一些定义？我自己的话，比较算个性独特一些。要穿出去跟别人不一样。对。OK， 那说一下，就是说，一些作品吧，因为现在那个《人间至味》是青川正在热播嘛，然后自己觉得已经播完了，还行吧，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，然后希望自己努力，好好拍戏。然后之前有追吗？自己？也看，因为第一部剧一定要看一下。所以觉得自己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演技的话，觉得或者说看一下大家。还行吧，觉得自己的演技，但是觉得自己的台词挺差的，要多在进步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一些演出一些计划吗？也会继续拍戏。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剧？可能校园题材的吧。演回校园生活的话，会不会感觉跟自己还比较，就是在年龄上或者在经历上比较？因为这个年龄赶快拍一拍，不然大了就拍不了了。对。还行，但是我不是学习好的那种学生，就不算学霸。对，因为上学的时候喜欢跳舞，基本上精力都放在跳舞上了，一放学就去跳舞。所以这次如果校园剧的话，如果演的话，希望是演什么？对，我一直想演那种痞子学那种痞子学长那样。就是痞子那种学生的这种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小的时候因为我也不是学霸那种性格，然后可能性格更像那些方面的吧。OK， 那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话想对粉丝讲？因为今天好像还听说潮流展上来了很多的一些粉丝。希望你们逛得开心，然后如果穿了很好的鞋的话，小心别被踩。那今天是有自己特别的一个展台，是过来展台的是吧？对对对 对。然后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品牌的一些情况？这个品牌的一些情况就是比较 old school， 然后之前也穿过，就跳舞的时候也穿过这样的风格，就是像里面穿个长袖，然后在外面搭一个 T 恤这样，然后也是很喜欢，然后配一些就是美式的那种肌肉，是非常的酷。对，因为刚才一直在强调跳舞是接下来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没有没有吗？比如说送一些福利，比如说有一些 freestyle 之类的给粉丝，有没有？
啊，之前前一段时间发了300万粉丝福利的舞蹈视频。嗯，所以啊，接下来的话有没有就是因为粉丝好像反响也蛮好，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想出一些类似于叫 MV 或者之类的？有机会的话可以。那我们想带个话题，就是感觉到算是还可以了嘛，就是有没有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压力比较大？我心挺大的，没有说特别压力特别大的时候。那如果有压力比较大的时候，会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压？我还没有那么，就是我真的心挺大的，我就可能如果有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的话，我会骑骑车，然后会打打游戏吧。嗯，那经常就是在外工作嘛，有哪些地方是觉得自己适应不了的，或者说哪些地方是觉得自己最不适应的？说话。那当时是什么工作？就这个环境是怎样的？就是所有环境都是对于说话都不适应。那就是可能录真人秀的时候，或者是录一些访谈的时候，就可能说话就算是我一个比较弱点的地方吧，因为不是那么的会说，不是那么的爱说。那现在就是自己有对这个困难去寻求过解决的办法吗？或者就是时间多了，经历的多了，就慢慢就好了，我觉得。那相对于比如说演戏、真人秀各种各样的，就是娱乐圈的一些工作嘛，然后自己觉得就是接下来的重心会具体放在哪？然后对哪一块会最感兴趣？演戏方面吧，因为接触了之后觉得真的是挺有趣的，然后可以钻，就是自己钻那个戏的话，感觉会非常的好玩，然后会就是保持下去。你有哪些前辈给过你一些特别的意见吗？让你觉得受益匪浅这样？嗯，反正合作过的前辈们都挺，就在现场都非常的专业，都非常的认真，然后也学到了很多，就拍摄下面的东西。觉得你自己需要对就克服的是哪一块内容？比如说台词、肢体表演，还是？当然，表演和台词都是需要克服的，但是我觉得台词方面更重一些。就是需要就大量的就是背下来这样。就是语气啊，还有发音，就是都需要再进步。